葡萄牙人于16世纪来到澳门之后，开始建设各种规模的防御性工事，当中包括城墙、炮台等等。后来亦陆续设立陆军俱乐部、松山军用隧道等军事设施，而军事主题博物馆亦相继出现。虽然这些军事设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但直到今日，澳门仍保留了大量的军事遗迹，游览其中可以令我们得知这几百年来澳门军事角色的转变。在过去，军事内容需要高度保密，今天我们邀请到澳门旅游学院黄婉言副教授和我们一起走进澳门军事遗迹，揭开昔日澳门军事神秘的面纱。树叶，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是大炮台，它的正式名称叫做申宝路炮台，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央，于1617年由耶稣会所兴建，直至1626年才扩建完成。大炮台这里可以360度观看整个澳门的景色，的确是一个极佳的军事据点。黄教授啊，为何当时的葡萄牙人要在这里建炮台呢？大炮台最主要的功能呢，是用来防御海陆而来入侵的敌人。大炮台又叫中央炮台，它在1617年存在的时候，这个炮台是十分重要的。荷兰人在1622年攻打澳门之后，澳门陆续出现了很多炮台，从那时起，以大炮台为中心，围绕着澳门半岛海岸线由东至西的防卫网就形成了。黄教授啊，为什么这边的墙身会特别矮而且没有炮口的？大炮台的四个角采用了菱角的设计，这种设计可以提升大炮台的防御能力。我们看到大炮台面向中国内地的西面和北面，其实墙身会比较矮，而且没有设置炮口，这样的设计其实是为了显示葡方对中方的友好姿态。大炮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澳门防御的核心，直至1966年被澳葡政府改为气象局，到1998年主体建筑成为了现在的澳门博物馆。大炮台向东延伸就是另一个炮台，叫做加斯兰炮台，这里曾经是澳门沿海的第一道防线，前身是圣方济各修院，因为1622年荷兰人攻打澳门，所以在1629年兴建加斯兰炮台，去到1861年就将修院改建成兵营。加斯兰炮台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圆形的堡垒，与山顶上的仁伯爵炮台、水坑尾的圣约翰炮台及大炮台互相连贯，成为东南方向的海防重地。一个重要的军事地点就是东望洋炮台，炮台始建于1637年至1638年之间，建筑群还包括圣母雪地殿教堂和东望洋灯塔。东望洋山又名松山，是澳门半岛七个山丘里面的最高点，在新口岸填海工程未完成之前，松山是面临海滨的，同时也是澳门半岛东面的天然屏障，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防御据点，同时与大炮台相互起着协同作用。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军事建设逐渐进入现代化阶段。在1931年，当时国际形势复杂，澳葡政府为了做好战争准备，就在松山大规模兴建军事防御系统。黄教授啊，很多澳门人都知道松山有防空洞，那原来还有军用隧道的吗？其实大家所说的防空洞，正式来说应该是松山军用隧道，只是外界一直误以为是防空洞。我们从建造的结构和原因来看，其实它们只是军用隧道。军用隧道建成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松山军用隧道分为 ABC 三组，隧道入面曾经放有发电机、海岸炮和各种武器弹药。隧道新建的初期，空战尚未普及，隧道本身的设计其实是难以抵挡飞机轰炸的，直至二战时期才加建上盖作为掩体。
前就介绍了加斯兰炮台，其实附近还有加斯兰兵营，由1866年首支军队驻扎，到现在成为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一直发挥维持治安的作用。现在还设有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展示澳门的军事历史。澳门保安部队随着澳门的城市发展需要而不断变革。葡萄牙政府以前在海外殖民地招募军人前来澳门挂职，肩负起保卫澳门的使命。直至到1974年葡萄牙爆发425革命，并且在1975年12月31日宣布放弃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同时将军队陆续撤出澳门。所以在1991年澳葡政府在澳门成立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继续肩负起照顾城市的社会秩序及公共治安。澳门自开埠400几年来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大时代，这一些军事遗迹与大部分完好的保存下来，见证着我们小城的变化，澳门的历史，同时亦成为澳门居民休憩的好去处。谢谢黄教授。澳门不少的军事遗迹仍在澳门历史城区之内，成为世界遗产。想不到曾经保护澳门的炮台和其他军事设施，成为现在吸引旅客的文化资产。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澳门的街道故事，可以亲身体验漫步澳门街知，认识澳门，发掘更多故事。